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包括智库在内的美国各界应推动美国政府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拿着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收买智库炮制和散布挺台论调，是徒劳的。